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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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我们刚刚曾经讲过这个四辩才啊，那个藏教啊，就有那个辩经嘛。那这个辩啊，你看有没有意义？其实我们想到永嘉大师啊，他也曾经提过，永嘉大师他说，圆顿教无人情，有疑不觉直须争，非是三真真人我，修行恐落断肠坑。什么意思啊？永嘉大师讲的，圆顿教没有人情的，不是说啊，师父讲错了，不好意思，不告诉他，没有人情可讲的。真理就是真理，有疑不觉，直须争。如果你有疑问，没有理解的，就马上提出来，马上要理解，把它搞懂。非是三圣真人我，永嘉大师说，不是我要真赢你哦，表示我比较厉害哦，不是三生啊，生人的生啊，不是我要真说我比你懂哦，我比你厉害哦。修行恐落断肠坑，无论谁修行的人，不要落入边界了。外道就是这样，不是断就是长啊，所以断也错，长也错，你落入断长就不是佛法了。即使佛教中的人讲佛法，讲到断灭，佛不说断灭法，《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佛不说断灭法。你也不能说长啊，常也错，哪有常的？世事无常，诸恨无常，诸法无我，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无边诸佛土，现在诸导师，贤广藏世尊，闻者皆来此。地藏王菩萨说，无边诸佛土，我们知道一层沙中间有成数的佛刹，这佛土的数目，佛土就是佛世界，每一个世界有一尊佛，到底有多少的佛世界呢？是无量无数无边，比恒河沙的数目还要多。假设一颗恒河沙成为一条恒河，那你的沙数目就一颗沙一个恒河，那么多的恒河沙的那么多的佛世界，那么多的佛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每一位佛都是导师，
都是大导师。所以无边诸佛土啊，现在诸导师，每一佛土的每一位佛，每一位大导师，这么多的佛土中间，这么多的佛，他们都共同贤，都是都广泛的来赞叹世尊释迦牟尼佛的伟大，都广泛的来赞叹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广泛的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广泛的赞叹释迦牟尼的不可思议。我们要了解地藏王菩萨，他以佛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自居是有原因的，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伟大是他愿意在娑婆世界成佛，他要度娑婆的人，是地藏王菩萨就发愿，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都是吓死人了不起的愿力、在娑婆秽土五浊恶世来成佛，这也是了不起的。经过那么多的生死，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世在娑婆世界，他一世就要跟我们一样受我们这种苦，就跟我们一样的生死，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生病，跟我们一样的经历烦恼。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很多很多世成佛，然后每一世都是这样子的度众生，更不要说他在因地的时候以身饲福啊，割肉啊，喂鹰啊等等，这些样的这个慈悲了。所以呢，闻者皆来此，一听到世尊的名号，有能力的菩萨都要来顶礼释迦牟尼佛。下面大家看，我闻遍知海，真实得无边，度脱诸有情，心欢喜敬礼，成就无量福，今得礼尊足，愿无量劫众常修多供养。我今学世尊发如是誓愿，当于此秽土得无上菩提。这一段大家都不陌生啊，大家在拜旃檎忏的，现在知道这一段经文从哪里来了，十轮经的。地藏王菩萨赞叹佛的，我闻遍知海。释迦牟尼佛不是有一个德号叫什么正遍知吗？遍知，不管是正的偏的，通通知道，因为佛是一切智人。地藏王菩萨说，我听到遍知海，形容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慧的广大，而不单只是智慧广大，像海洋一样，真是得无边，真真实实是一点一点累积的功德，无边的，无量无边的，度脱诸众诸有情啊，以他的慈悲，以他的功德，加倍众生，度脱众生。地藏王菩萨说，心里啊很欢喜，特别呢来顶礼世尊足下，真修无量福。地藏王菩萨说，我啊曾经生生世世啊修过无量的福德，今得礼尊足，今天现在我才有这个机会，得到这个机会
来顶礼世尊的双足，来行这个结足礼。愿无量劫中常修多供养，我希望啊，我在无量的劫、无量的时间中间，生生世世，我都有这个机会常常修供养释迦牟尼佛世尊。我今学世尊发如是誓愿，所以地藏王菩萨是以佛弟子自居，说我要学习世尊，我要学习我的老师，发这样的誓愿。什么誓愿呢？当于此秽土得无上菩提，我要在娑婆世界，我要在这个五浊恶世成就菩提正觉。这是一个很大很了不起的愿望。五浊恶世跟我们这些可怜人啊共存亡，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以妙伽他礼赞佛已，与诸眷属扶持无量天妙香花种种宝饰而散佛上，变成宝盖住虚空中。尔时就是那个时候，地藏菩萨摩诃萨大菩萨以妙伽他，妙是形容词，伽他也作伽陀，佛陀的陀，一般以前我都认为是伽陀，今天查一查呢，伽他也对，那也塞也可以，不过老和尚们都是叫伽陀，即使是写他字呢，他们也念伽陀。假设大家去那个源泉出版社啊，有本非常薄薄的本子，谭旭大师写的，叫做《念佛伽陀》，导师出的《念佛伽陀》。伽陀又称为阿伽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赞颂。就赞颂佛的功德。妙呢，就因为地藏王菩萨的赞颂不是一般的，你写不出来。现在请大家回去写一写我赞叹佛的一首偈语，每个人写四句就好了，每个人赞叹佛四句话，看你怎么赞叹啊，五个字的也可以，七个字的也可以，写个妙伽陀出来，礼赞佛，与诸眷属啊，这个地藏菩萨跟他的法眷护持无量天妙香花，拿着无量数的每位眷属，你看他有88什么百的什么那。那于他跋陀罗的那个眷属嘛，那么多的眷属，每个人都拿着这个天妙香花，天上掉下来的不可思议的香花，还有种种的宝石珍宝，散在佛上面，就是把它一丢啊，丢向佛的前面，丢向佛的上面，不会打到佛吧？不会啊，这些宝石这些香花啊，它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宝盖，一个盖，一个宝盖。宝盖怎么样呢？就会在佛的顶上哎盘旋，变成宝盖住虚空中，那个宝盖啊，花的盖啊，宝石的盖不会掉下来，它会
住在虚空中间，伏在佛的头上面，很妙啊，神通嘛。为听法故，即于佛前俨然而坐。地藏王菩萨也来听法了，地藏王菩萨的眷属也来听法了，于是乎呢，在佛前面俨然就是很规矩的、很庄严的坐在一旁。尔时一切诸来大众既见地藏菩萨摩诃萨已，皆或稀奇得未曾有。当时啊，在会上的那么多的圣贤以及有情众生，他们看到地藏王菩萨了，知道这一这个带来如此不同凡响的瑞相的人是谁呀？原来是您这一位菩萨哦。他们都感到很稀奇哦。地藏王菩萨是现声闻相，他的这个相貌的庄严以及他的这个大师的威德啊，那个相当然是令大家呢一见会感动的这个不可自己了，得未曾有，因为从来没见过像地藏王菩萨这样子的。于是乎，这个会中的听众会怎么样呢？各持种种善妙香花、宝丝、衣服、床幡、盖等，奉上地藏菩萨摩诃萨而为供养，皆作誓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力，因佛神力亲得瞻仰，礼敬供养如是大士。会中的大众呢，就将各种的善妙好的香花以及宝饰，还有衣服、床幡，床就是圆圆的那个用布做的，那个绣花做的那个啊，那个叫床。幡呢就是一面旗子，是平的，平的叫做高举床幡。在寺庙里面把这个床就是那个圆圆的顶的，幡呢那个佛教的旗子，把它举起来，什么意思呢？高举床幡就是要说法了。我们这里没有高举船帆啊。船帆盖等，他奉善在地藏王菩萨前面做供养，就他们也供养地藏菩萨，地藏王菩萨供养佛，这些听众呢也供养地藏菩萨，皆作誓言，他们就说话了：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我们今天啊得到很殊胜的利益啊，是因为佛的神力亲得瞻仰，礼敬供养如是大士。他们说因为佛的神力，我们亲自能够瞻仰顶礼供养这样的大士，大士就是菩萨。尔时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号疑问，从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一间，礼佛双足，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当时在众人中间有一位菩萨摩诃萨，大菩萨，他的名字叫做号疑问。这位菩萨他很喜欢问问题哦。大家还记得《旃檀经》里面的那位当机的菩萨是谁？坚定性啊，坚定清净的信心。这一位呢，好疑问，
很多问题的啊。那么这一位菩萨他怎么样呢？从坐而起，站起来了，整理一下衣服，这个叫庄严啊，他的这个衣服了，要有威仪了，偏袒一肩，顶礼佛的双足，右膝着地，这是印度的这个礼节啊。我们每一部经看到有人要问问题都是这样，都是从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一肩，礼佛双足，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他说什么呢？世尊，此善男子从何而来？所居佛国，去此远近，成就何等功德善根，而蒙世尊种种赞叹。他说啊，世尊，此善男子就是指地藏王菩萨，他是从哪里来的？所居佛国，去此远近，他所住的佛世界离我们这里有多远或者多近呢？他是成就了哪一种的功德跟善根呢？这功德是累积的，已经是一个果了。善根呢，有一点讲他的这个因吧，或者是他的一个本性，他的一个特质。而得到蒙就是得到世尊的种种赞叹呢，世尊从来不这样子赞叹人的。复能赞佛不可思议功德法海，他不单只得到世尊的种种赞美，而他呢也能够赞叹世尊不可思议的功德海。世尊的功德好像海一样，海洋无尽，我等习来未曾闻见，唯愿未说。我们从前以来到现在都从来没有听过，没有见过，希望世尊啊，您大发慈悲为我们讲解讲解吧，为我们解释解释吧。世尊告曰，子善男子，如是大事功德善根，一切世间天容大众皆不能测其量浅深，若闻如来为汝广说如是大事功德善根，一切世间天人大众皆生迷闷或不信受。那世尊怎么说呢？止，停， Stop。 善男子，如是大事这一位大菩萨，他的功德，他的善根，一切世间的天啊、人啊、大众啊，都不能够测量他的功德的量的深浅，这个量是无从测量的。就是表示地藏王菩萨他的功德是深到你不能知晓的了。若闻如来，如果他们听到如来，就是说我佛为你们大众广为演说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善根的话，不但不相信，一切世间天人大众不但不相信，反而怎么样呢？反而产生一种迷惑，迷就迷了，就是错了。或命闷呢，就塞了，阻塞了，不通了，或不信受，也不相信，也不接受。使好疑问，服从请言，唯愿如来哀悯未说。这好疑问菩萨，这蛮有毅力的啊！继续说，继续再请一次，说。唯愿佛世尊啊，你怜悯我们吧，为我们说说吧。佛言，谛听善思念之。佛说，谛就是
仔细听好哦，真实的听好哦，地就是真理，就真实。你仔细的听，真实的听，善思念之，还要在脑里面思维我所讲的道理。吾当为汝略说少分，如是大事，成就无量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已能安住守人前摩胜三摩地，善能悟入如来境界，已得最胜无生法忍，于诸佛法已得自在，已能堪忍一切智慧，已能超度一切智海，已能安住狮子奋训闯三摩地，善能登上一切智山，已能摧伏外道邪论，唯欲成熟一切有情，所在佛国悉皆止住。到这里啊，佛说我现在我为你们呢略略的说少少的关于地藏王菩萨这位大士，他所成就无量不可思议殊胜的功德，我跟你讲少少吧，少少的殊胜的功德，他的功德达到哪一个境界呢？也能安住，安住就不再没叮当了，不动了，安住就不动了，安住在哪里？守人前摩胜三摩地，守人前摩胜三摩地也就是守人言大定，跟刚才我们讲的见行定见相定是一样的意思。三摩地是另外一个翻译，三昧的另外一个翻译，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翻成中文叫做正定，正定。地藏王菩萨还怎么样呢？他的功德于诸佛法已得自在，在 佛法中间已经得到大自在了，圆满的境界，已能堪忍一切智慧，所有的一切智啊，佛的智慧啊，他都已经具备了，最高的智慧地藏王菩萨已经具备了，佛的智慧地藏王菩萨已经智慧了，已能超度一切智海，超度就是能够超越，度就是度过一切智慧的海洋，已能安住狮子奋训闯三摩地，这是另外一种的三摩地，另外一种的大定正定，这种定呢称之为狮子奋训闯。狮子奋训，就狮子就是表示威猛的意思，奋训是表示一种精进的意思，床呢是表法，善能登上一切智山，也是指地藏王菩萨呢他能够登上一切智慧的山，已能摧伏外道邪论，就不管是什么外道，不管是什么邪的这个论述，地藏王菩萨都能够折服他，都能够用辩才无碍、法无碍、这个义无碍、词无碍、辩无碍来降服各种外道不正当的理论，未欲承受一切有情，所在佛国悉皆止住。地藏王菩萨的慈悲是怎么样呢？你说他住在哪一个国啊？他住在哪一个佛国啊？
这个佛国离我们这里远还是近啊？佛说，地藏王菩萨他要利益所有佛国的众生，在所有的佛国都能够安住，西界安止住，他都住到那边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表示，地藏王菩萨化身无量，很多的佛国都有地藏王菩萨的化身，他都在度众生。以什么方式来度呢？下面就一一为我们说明了。以什么方式来度众生啊？地藏王菩萨就以他的功德所累积的力量，从他定中来发出这个功用。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了，如是大士，随所止住诸佛国土，随所安住诸三摩地，发起无量殊胜功德，成就无量所化有情。这是总说，佛在一一解释之前做一个总结，提纲着解领啊，告诉大家说，这一位大士啊，随所止住诸佛国土，随他所停止所居住的这一个佛世界，比方说地藏王菩萨到了娑婆世界了，或者到了这个琉璃世界了，到了不动国了，到了妙喜国了，啊，到了这相继世界了，不管地藏王菩萨在哪一个世界，他到了那个世界，他有化身住那个世界。然后呢，他依着他所安住的各种的三摩地，地藏王菩萨不是一种大定，他的定才多了。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地藏王菩萨定才多了。随他所安住，安住的意思是表示说能够保任住啊，他的这个安住在各种的三昧当中，在三昧中间他能够产生发起无量殊胜的功德，无量殊胜的功德从他的大定中间产生各种的功德，做什么用呢？成就无量所度化的有情众生。这是一个总结总说，地藏王菩萨在所止住的诸佛国土中间，安住在各种的三摩地中间，三摩地是三昧啊，就是正定，发出各种无量的种种殊胜功德来成就，来度化有情众生。如是大士，随住如是诸佛国土，若入能发自定，由此定力，令彼佛土一切有情，皆系同见诸三摩地所行境界。这第一个，现在从这里开始一直下去，都是告诉我们地藏菩萨他随他所住的各诸佛国土，如果他入了某一种正定当中，他由这个定所产生的力量怎么样来利益有情众生。第一种说，随住如是诸佛国土，如果地藏王菩萨是入了一种定，这种定叫能发自定，能够发生，能够产生出智慧的定，由这个定力令到这个佛土的有情众生都悉同见，大家都能够见到各种
镇定的境界，所行的境界，各种镇定，每一种定都有每一种定的一个境界。那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根本就不了解在这个定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法益，这个定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不理解，因为没有得到这个定。但是地藏王菩萨在这个能发自定中，由这个定力加持给所有的这个有情众生，大家都能够看到各种的定，各种的定的境界。他自己没达到这个境界，但是呢，地藏王菩萨加持力，地藏王菩萨在定中来加持，大家都看到了，哦，原来某某楞严大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狮子奋训，这个创三昧是这个样子的，各种的定，不同的境界都能够了解。随住如是诸佛国土，若入具足无边自定，由此定力，定彼佛土一切有情，随其所应，能以无量善妙共聚，恭敬供养诸佛世尊。第二个定呢，叫具足无边自定。地藏王菩萨第二个定叫做具足无边智慧的定。地藏王菩萨如果进入这个定中间，由这个定的力量令到那个佛土的众生都随他的希望，能够以无量的善妙共聚，供养佛世尊啊，恭敬的供养诸佛世尊。那假设我们要供养佛世尊，我们的供具不是很好啊，你说我想用珍珠翡翠啊，啊，这个珊瑚玛瑙啊，钻石金银啊，去供养佛，我没这个能力，没这个能力。地藏王菩萨如果入了这个具足无边自定啊，这个定力能够令我拥有这些我想要的东西去供养佛世尊，还不止一位呢，诸佛世尊，知道大家都了解，能够供养到佛的这个功德啊，这个福慧是很多的。随住如是诸佛国土，堕入具足清净自定，由此定力，令彼佛土一切有情皆系同见诸欲境界无量过患，心得清净。地藏王菩萨如果入了一个所谓的具足清净自定，具足一种清净，清净啊的智慧，进了这种定的时候，由这个定力能够让这个佛土的一切有情众生同时都看到种种诸欲境界，就欲界的欲就是一种祈求，一种这个贪欲，这个贪欲的一个境界有无量的过患，有无量的这个过错跟祸患。一看到贪欲世界，贪欲所引起来的种种的坏的结果，因为我们贪欲，贪欲是一个因啊，这个因就种一个果啊，这果当因是坏的，但果也就是一个坏的果子。那这个种种的过患，如果能够见到自己能够知道这个贪欲是坏的，会结坏的果子，不要贪一时的这个享受啊什么，或者各种贪得啊，以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啊，那么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知道这个贪是会产生很多过患的，那么心就清净了。心一清净呢，就
跟佛道就相契合啊。心意不清净，贪啊、嗔啊、痴啊，这都是远离佛道的，远离佛道的，这叫三毒嘛。随住如是诸佛国土，若入具足惭愧之定，由此定力，令彼佛土一切有情，皆得具足真善惭愧，离诸恶法，心无妄识。还有一种定啊，地藏王菩萨能够进入叫做具足惭愧智，具足惭愧，对自己做的不错错误的事情呢，都能够产生惭愧。这个定啊，能够令一切的众生呢，能够具足真善惭愧，不但只是惭愧啊，还加强力量，惭愧，非常惭愧。离开这个恶法，不但离开恶法呢，而且心无妄识，对于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做错了，不贰过，曾经错过一次呢，再也不会第二次错，因为呢，我知道它所带来的后果不是我所期待的，它带来的是一个坏事，坏的一个结果，心无妄识，不会忘记，不会忘记。随住如是诸佛国土，若入具足诸乘明定，由此定力，令彼佛土一切有情，皆得善巧天眼自通，熟住自通，死生自通，了达此事他事因果。如果地藏王菩萨进入的是哪一种正定呢？具足诸乘明定，诸乘啊，大家知道佛法里面有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最高呢是佛乘，这里不是讲，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没有包括佛乘吧，还是已经包括了。诸乘就是各种乘明定啊，诸乘明定，明呢一般是讲三明呢，三明是哪三明呢？我们知道这个神通啊，有所谓的六通三明。六通呢，就一般罗汉都有六通，甚至于外道都有五通哦，神通哦，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这个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是六个通，神通。三明呢是六通中间三个叫做明，佛才有了，叫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三明。这里讲说诸乘明定呢，应该是指三明。由这个定力啊，令到这个佛土的有情众生都能够善巧的得到，善巧是方便，天眼自通。大家看到天眼通，天眼通隔着山还可以看到哦。你在这里像阿拉律陀，他是天眼第一，那他看天宫里面，不管是这个刀立天啊，或者都率天啊，天宫里面的种种情况啊，好像看手上一个阿摩罗果一样那么清楚。这是天眼通哦，隔着墙、隔着房子，你要看他里面在做什么，绝对看得到。有人说我点点这里你就得到天眼通，那都是胡说啊，千万不要相信。现在坊间那些所谓的天眼通都不通了，一窍不通。如果你说他说通的话，你拿一本书嘛，说先生啊，我这书后面放了什么，
他如果讲不出来，你这个不叫天眼通啊。天眼通是没有障碍的，你的障碍都变成什么透明的了。天眼通非碍哦，是通的。你这个书后面摆的是什么？一清二楚。你墙外面是什么东西？有一只蜘蛛在爬，你看得清清楚楚。天眼通非碍，是通的，不没有障碍。肉眼呢？我们人就是肉眼，碍非通，是有障碍的。有一个东西摆在眼睛前面，你后面就看不到了。肉眼碍非通啊。法眼能观俗，法眼是菩萨的眼睛，能够看到众生心里各自想些什么。慧眼了真空，慧眼是罗汉的眼睛，他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真空。佛眼如千日照一体还同，佛的眼睛好像一千个大太阳一样，照到不同的事物，但是它的本体如如不动啊。所以什么叫天眼通，大家知道了啊。如果有人说我帮你点一点你就开天眼了，胡说。宿住自通呢，宿住自通就宿命通，能够知道过去未来，这是一种神通。死生自通呢，死生自通我猜应该是漏尽通了，无漏了，永尽这个诸漏，诸漏了，所有的漏，漏就是无常的，都通通都没了。了达此事他事的因果，就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啊，生生世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有因什么？因为什么因啊？结了什么果啊？都能够理解。大家知道这普陀山有一个梵音洞，梵音洞好像一线天一样啊，很窄狭的。去普陀山的人都会往那个洞里用力去看，啊，你如果诚心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你的前世。或者很多事，啊，这叫做这个了达，这个是观音菩萨的，这让你看的。但是如果你得到了这个死生自通或者宿命通呢，你就能够了达生生世世的这因果。我今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啊，就自自然了解了。随住如是诸佛国土，若入无忧神通明定，由此定力令彼佛土一切有情皆离一切忧愁忧昏昧。就是假设地藏王菩萨进入一种叫做没有忧愁的神通明定，有神通的这光明大定，这一个定令到这个佛土的有情众生都能够离开一切的忧愁啦，以及昏昧，昏昧就是不理智的一个想法。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有情，普愿成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